不一样。啥不一样啊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哈！来，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哈！我讲拢没了你们，哈！我加多少？好来，泡菜加啊，泡菜好来。我今啊，叫我买下来破碗炖你啦。哦，哦，哇，好吃。哦，好来，来现场做。哇，好吃，好吃。龙家欢喜哈，咱龙家小铺今天正式开张。哦，这完全由农民出租，农民过去拢种水果、种蔬菜，啊来开始卖人安尼吼。啊，但即马开始做老板哈，做小老板安尼，我想这会使啊，真欢喜。啊，过去管户，我们在妇幼馆，我们有一个这个微风广场，好、啊、微风市集啊，这是政府第一个政府来办，政务来办的几个微风市集。那我们推广啊，没有农药啊，这个没有化学肥料的有机农产啊，那我们推广几年？那我们希望就是每个礼拜六在我们微风市集来这个出来贩售。让很多市民也可以吃到健康的农特产哈、啊。那今天我们更高兴，那我们特别到这个社区来啊，这个社区非常大，那这个社区消费能力也高，希望也可以让他们这个地方也可以买到健康啊安全的蔬果哈、啊。那咱的农民真可爱哈，真可爱啊，嘛足辛苦哈。啊，我们提供有机，所以要让这个安全的农特产健康，让我们的县市民。更健康之外，哈，那嘛咧照顾咱的土地，哈，咱土地不用农药，不喷农药，那土地不用化肥，这土地我想它就永续，哦，我想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更大力的推广，留给我们子孙一些这个净土。现在我有机的有这两个市场，我感觉真好，啊，佮现在佮开这间店咧，希望会食个会佮较好啦。97年开办以来，广受好评的高雄县微风市集，因为农家小铺的成立，具体实现了小农当家做主的梦想，也迈向了新的里程碑。未来将继续推动社区和企业共构，推广健康有序的概念。微风